马太福音二十章。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十六节，好，那我读一节，请大家读一节啊。从马太福音二十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十六节。马太福音二十章第一节，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。约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。约在五正和牲畜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约在油出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前天早不受约，他后来的去做了一小时，你去叫他和我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那你怎么说，我给他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他在后头，他要在前，在前，他要在后头。我们请彼得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何等渴慕读你的话语。当读到你的话语的时候，就给我们亮光，给我们引导，给我们帮助。特别是当我们读到这个葡萄园工人的比喻的时候，就借着这样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，在前的就要在后，在后要在前。因为你看的是我们内心，你看我们内心是以神为中心还是以自己为中心，就决定我们要在前还是在后。我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学习你的真理，也不断的愿意来放掉这个自我，以你的美善、你的恩慈来取代我们里面这个旧人各样的罪行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特别是等一下我们要思想到怎么样处理嫉妒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给我们智慧。需要你给我们话语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罪行。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讲的听的一起得到造就。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二十章啊，刚才所读的。那我们先来思想下一个问题呢，怎么样处理这个嫉妒的问题？怎么样处理这个嫉妒问题？因为这个问题常常闹，没办法吃饭睡觉的。今天生气的问题还好一点点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生气是对方做错了或得罪你了，你很生气。可是今天嫉妒呢，是怎么样？是因为对方做得太好了，根本没做错什么，做得太好了，比你更好，那所以你嫉妒，更难处理，嫉妒问题更难处理。所以嫉妒比生气更可怕。你误解别人，别人可以原谅你，可是你比别人好的话，别人可能一辈子没办法原谅你。对，你知道为什么该隐要杀亚伯？该隐亚伯是一个义人啊，然后没做错什么，两个都献祭，对不对？
刚才你看现在就是看农产品就线上去，亚伯拉是杀羊最好的由那个自由线上去，那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的不悦纳该隐的？心的问题，对吧？那当然这个要讨论，当然不可以讨论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犯罪你怎么能够赎罪？对于犯罪，只有血能够赎罪，对吧？因为生命在血中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，对吧？所以事实上呢，虽然圣经没有记载，就是说为什么神悦纳那个亚伯悦纳那个该隐，但是很可能是因为亚伯他杀了这个羊流了血，亚伯知道他是罪人，所以他用这个献祭。当然有可能就是神教导亚当，亚当传下来啊，这个都有可能。但是该隐呢，他根本不在乎这些，他没有看到自己的罪，他想反正我要我种什么就给你什么，我再不管你要什么，对吧？有可能是这样。那所以呢，神悦纳亚伯的，不悦纳该隐。亚伯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是该隐就把亚伯杀掉。为什么？嫉妒的问题，对吧？嫉妒的问题。因为神为什么悦纳他不悦纳我？但他没有看到说你有没有照神的话去做，这是嫉妒的问题。那为什么犹太人把耶稣交给比拉多，或者交给他们去审判呢？为什么这些犹太人或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要把耶稣交给比拉多审判？是不是也是嫉妒的问题？当耶稣传道的时候，在犹太当中传道的时候，很多百姓愿意听的，就是这些所谓的属灵领袖不愿意听，对吧？文士、法利赛人这些不愿意听，百姓都愿意听的。所以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他就嫉妒了，因为他们是这些百姓的领袖，对不对？属灵领袖照理应该听法利赛人的，今天耶稣来了以后就全部都听耶稣的，他们嫉妒了。所以就是不管耶稣说什么，他就是要把他抓他的把柄，要把他送去审判，甚至要杀他，对吧？嫉妒，这嫉妒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怎么知道我对这个人有没有嫉妒？你只要问自己这个问题：他越成功，我越高兴，还是我越生气？你再问自己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就知道有没有嫉妒了。他越成功，我到底越高兴还是越生气？请你翻到箴言书十四章三十节。箴言书十四章三十节。好，请读这一节好吗？请。心怀念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中的手段。这边讲说，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。然后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身体健康的情况跟他的心态是有关系，跟他里面想什么有关系？有没有看到这一点？如果他心中能够安静的话，他肉体就可以很安舒，对不对？就是肉体的生命就可以活得很好。但是如果他里面有嫉妒呢，连骨中都会朽烂。你不要以为都说这只是比喻了，是真的。你嫉妒的话，你真的会让你骨中容易生病，容易生病啊！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嫉妒是很难对付，而且是非常非常伤害身体。那请你翻开《箴言书》二十四章十九节，二十四章十九节。好。翻到以后，请读十九章，二十四章十九节，请读这一节，请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。我们会不会嫉妒恶人？会不会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？会不会这样？会不会说这个人这么恶，可是为什么飞黄腾达？照理他应该怎么样？那神应该好好惩罚他，怎么让他飞黄腾达呢？那我这样敬虔，
你说整天被神惩罚管教，OK， 这样的问题。有这样问题，我请你翻开诗篇七十三篇，诗篇七十三篇。诗篇七十三篇啊，他说啊，刚开始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人那些清心的人，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，我的脚险些滑跌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。然后他说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，他们力气却也壮实，他们不向别人受苦，也不向别人遭灾，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颈下，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。他们眼睛因体胖而突出，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。他们讥笑人说，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。他们说话自高，他们的口亵渎上天，他们的舌毁谤全地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。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？看啊，这就是恶人，他们既是常想安逸，财宝便加增。你有没有看到他觉得很抱不平，这些恶人居然有这么好的结局，对吧？而且神的名呢，给他们欺负，整天就喝他们的苦水。然后他比较这些恶人跟他自己，十五节他都讲他自己了，十三节他讲他自己了，十三节说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，因为周日遭灾难，每早晨受惩治。一直受神的管教，对不对？我若说我要这样讲，就是以奸诈代理的种子，也就是说，我如果要讲假的，就说没有啊，神对我很好啊，就欺骗人，明明他被管教。那所以十六节说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，眼看实习为难，我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很难很难，对不对？我这样进钱，可是整天被管教，那个人那么恶，那是整天废话听他，我怎么样解释？他说：“答案在哪里？直到十六节，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？眼看事情为难。十七节，等我进了神的圣所，思想他们的结局，这时候明白答案在这里。十八节，你是在把他安在洼地，使他们掉在尘埃之中。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！他们被惊恐灭尽了。人睡醒了，你怎样看梦？主啊，你醒了，你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形象。”你有看到他进到什么圣所里面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啊，他明白了，原来这些恶人虽然看起来废话很大，但是呢，很快他们就会过去，对不对？那过去以后就像一场梦一样，醒来以后神也轻看他们，因为这些是恶人，所以神让他们废话很大，实际上是让他们在洼地里面，让他们沉沦，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很顺利，他不会想什么呢，就让他沉沦。可是我不一样啊，我虽然整天被神管教，可是呢。这是怎么样？你刚才是一节，他说：“因为我心里发酸，肺腑被刺，我这样愚昧无知，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。”就是我这样无知，这样去羡慕那些恶人，我像畜类一样，啊，这么无知。他说：“然而我常与你同在，你缠着我的右手，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，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。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你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”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全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，凡离近你行邪淫的，你都灭绝了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这时候他想通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跟恶人在比较，恶人虽然非常强大，可是他这很快就过去。但是我虽然整天被惩治，但是。我有神跟我同在，他说，然后我常与你同在，你缠着我的右手，而且我有神的话来帮助我，神的训言，然后将来还会接我到荣耀里面去。然后我整个天上地下我都没有别人，我只有神。虽然我的肉体会衰残，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，我有神啊，他没有，我有。所以神是我的福分，不但我活着的时候神帮助我，而且将来会接我到荣耀。所以他说，最后他说，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。
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不同？当他想用人的办法想不通的时候，他的解决办法是什么？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这件事情，然后神就告诉他，你比恶人好太多了，他们只是有物质上的，但他们很快就会过去，你呢虽然被管教被惩治，但是你生命不断在进步，对不对？你不断在成长，你跟神的关系不断的亲近，然后你这一生不但神在帮助你，而且将来会建立到怎么样？他想到了那个同人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难关。因为自我为中心说我要好的，为什么他有我没有？但他能够从神的观点来看事情的时候，他就可以通过这个难关。哦，原来我比他好太多，因为我有神在帮助我，对，我有很多他没有，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嫉妒的问题？我们要怎么样解决这个嫉妒的问题？刚才诗篇七十七上面，本来他嫉妒的是恶人，因为他想要有他要有的，后来他想到说，哦，神给我的其实更好。我们现在再回到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，在马太福音二十章，那么这个比喻呢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有个家主哈，有个主人，他有葡萄园，然后他要人来工作，所以他就一大早呢就去外面看看谁能够来工作，然后一大早就有一些人，他就跟他讲好价钱，哦，就是一千银子，你来工作一天，我给你一千银子，讲好啊，那你们进来工作。那时候很早，那后来呢，他说到应该在四处出去哈，哦，那是早上九点了，九点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也说好，那你们进来工作。然后来到中午十二点或下午三点，哎，那他又找一些人进来工作，对吧？然后最晚的工作是什么时候？流出，对不对？流出已经是下午五点了，所以大概工作来六点，那大概只做一个小时。他说你们也来工作。好，那到晚上就是要发工钱了，对吧？那照理来发应该是怎么样发吧？先来做的应该先发，对吧？一大早来做的，而且应该发多一点，不是吗？那先来做的呢，就叫他发，结果不是，他叫工人发钱的时候就先发给只做了一个小时的，而且给他一千银子。然后那个一大早来工作想说，哦，他得到一千银子，我应该得更多，对吧？没有想到发的时候呢，他只也拿到一千银子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很不舒服，对吧？这是正常不正常？正常，对不对？人有情绪是正常，我们刚才讲了。但这个情绪需不需要被引导？这个情绪正不正确？我不是说正不正常，正不正确？会不会嫉妒？然后在这里。会嫉妒，对不对？我花这么多心血，一大早的工作，跟他一样，而且他要先拿，我还后拿，所以是很正常，但是呢是不正确的。OK， 那他的答案是什么？就是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家主怎么样回答这个人问题？因为这个人说他埋怨家主嘛，对不对？十一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，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。那只做一个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你这样合理吗？那家主怎么回答十三节？家主回答其中一人说：“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我与你，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千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你就眼红了眼吗？”这个回答，你觉得这个回答你能够服不服气啊？
他说我没有亏负你啊，我跟你讲，你一大早来做，我给你一天的工钱一起，我没有亏待你。那今天我没有亏待你，但是我要对他好一点，有什么不可以？钱是我的，不是你的吗？我可以对他好一点，关你什么事？服不服气？为什么不服气？为什么不服气？你讲出道理来。不公平都可以啊，好，那不公平，所以你是从你的眼光来看不公平，对吧？好，那如果今天神要公平待我们的话，我们今天的命运会如何？那你说我今天得救是因为神的拣选，我们今天不是早上讨论过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神拣选我没有拣选他？不公平啊！可是你不会讲不公平，不会讲不公平，不会讲感谢主，对。所以有没有想到，这个只做一个小时的人，他拿到一千英尺，他会说感谢主，感谢这个家族，对吧？说他不公平，是因为一大早来工作。好，所以现在我们会嫉妒人，跟这个人心态是有关的。我们会嫉妒人，是因为不关我的事，我也要管。教主的钱他怎么用，我要管，好像是我的一样。问题在这里，我嫉妒的本质就在这里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为什么你嫉妒那个人比你更好？有道理吗？难道神给你的一定要他给他的要跟你给你的一样吗？神，我们就是没有想到，就是说。你看这些工人一大早能够来工作，虽然只拿一千银子，但是已经比没有工作好很多。他如果去想到说感谢这个主人还请我去工作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应该这样想才对？他不会想说应该一千银子，然后别人应该比我更多。所以这是心态的问题，这是眼光的问题。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来看这个嫉妒的问题。你像那神已经救我们了，已经给我们最好的，世界上最好的就是耶稣的救恩，对，还有比什么更好的？那你为什么还一定要说别人比我好不行啊？那神愿意给他多一点有什么关系？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问题在哪？你有看到我们看到很多的罪都是跟就是自我为中心。所以当你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你就变成是要管每件事情，别人的东西你要管，对，你不能比他更好，不能比给我的更多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呢，刚才我们这边看到二十章的最后这一节，他这样说，二十章最后这一节，他说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谁是在前，谁是在后？就这个比喻来说的话，是一大早来工作的在前，还是工作一个小时的在前？本来是一大早来工作的在前，对不对？本来是他在前嘛，因为他最早来工作在前嘛。可是发工资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他在后，对吧？但是耶稣在这边讲这个意思呢，是在讲什么？耶稣在讲说你的心态怎么样。如果你的心态是像这些一大早来工作这种心态的话，虽然你在前，但是你是在后的。从属灵的眼光来看呢，你是不如那个只工作一个小时的。所以你虽然在前，事实上属灵上你是排最后，因为你认为你该得，而且得的应该比他更多，对吧？你没有想到神已经给你一钱银子了，你想到的是说我要比他更多，所以你本来在前，现在变成在后，然后这个在后的男人他觉得不配得，我只有工作一个小时，居然给我一钱银子啊，那这个反而在前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一点？所以神的
原则跟我们世上的原则是反过来的，所以看起来好像不公平，但事实上这是恩典。他没有恢复的，他对这个一早来工作没有恢复他，他只是多恩典给他所要给的人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去看，我们今天怎么样解决嫉妒的问题？我们要把主权交出去，我们要讲说这是神的主权，神愿意多给谁就多给谁，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，对不对？他对我已经够好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在比的不是跟别人比，我们今天是跟自己比，我们要跟我们的过去，这样你就会感恩，你不需要跟别人比，你也永远比不完，但是你跟自己比，你就每天就在感恩，因为你不断的在改变，对吧？所以这是为什么说我们要解决这个嫉妒啊各种罪行的问题，就是我们要从自我为中心变成以神为中心，主权要交出去。那这样你会整天嫉妒别人，对吧？别人有了你也要，你不需要的，神可以给他这样给我这样，我已经够感恩了。好，所以常常记住，如果当我们在嫉妒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到这个比喻，不要眼红，不要眼红，因为那是神的主权，他给谁就给谁。好，所以这是处理嫉妒的问题。我们再来看下一个，怎么样得到喜乐？我们请你翻到箴言书十五章十三节哈，箴言书十五章。十五章十三节，我要请你读十三节到十七节，好不好？十三节到十七节，好，请读。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；心里忧愁，灵被滋长。聪明人心求知识，愚昧人口出其内。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，心中欢笑的常享丰年。少有才好，敬畏耶和华；贪如多有。好，那十三节很清楚，心中喜乐当然面带笑容，心里忧愁那灵就被损伤，对吧？所以他要我们喜乐嘛，所以他要我们面带笑容啊。然后他说十五节，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，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宴。那你选择的是什么？你选择的是困苦人的日子，还是心中欢畅？心中欢畅，对不对？你心中欢畅的话，你就常享丰宴。那你说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心中欢畅？因为欢畅，我就不断的能够享受各种丰富，对吧？好像吃宴席一样，哇，每天都这样丰富的宴席这样一样。我怎么样能够心中有欢畅？那我们就在想另外一个方向了。我为什么常常心中没有欢畅？我为什么心中常常很多的忧虑、牵挂，或者是这个捆绑啊，不管生计、嫉妒各种讨论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没办法欢畅，对吧？很多的忧虑，所以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，不要一直让这个问题来霸着我们，对吧？好，我要请你翻开诗篇六十三篇，好吗？诗篇六十三篇，好，诗篇六十三篇，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念前面三节，请你念后面三节。好，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到第六节，我念前面三节，第一节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在干旱、疲乏、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
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好，请读四到六节。他上面写是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做了真诗，那他这边讲是非常渴慕神，对不对？他说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的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所以他在旷野里面很想喝水，但是呢，他渴慕神的心就好像是很想喝水一样，对不对？那种渴慕。那大卫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他在旷野，怎么会在旷野里面很渴慕神呢？然后他就开始在回忆说，第二节他说：“我在圣所曾如此瞻仰你，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”又想到以前在圣所的时候这样瞻仰神。然后他说：“因为你的慈爱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”这是在什么光景之下他写这篇诗？他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当王了？那你继续往下看，看看最后一节了吧。最后一节他讲什么？但是王必因神欢喜，凡指着他发誓的必要夸口，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。所以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是当王，对吧？那一个当王的人怎么会跑到旷野？然后他说：“我很渴慕以前在圣所瞻仰神的时候。”他说：“现在他离开耶路撒冷。”所以圣经的记载什么时候他离开他的宫殿跑到旷野？亚沙龙，亚沙龙叛变，他的儿子叛变，然后追杀他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所以他就走到橄榄山一边走一边哭，有没有？离开宫殿。那照理这种逃难的时候应该是很忧伤，不是吗？应该一点喜乐都没有，对吧？所以他怎么讲？他很渴慕神，然后呢，曾经在圣所瞻仰神，然后他说：“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我要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，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”所以要忘记他是在旷野，敌人追杀的时候，特别是他儿子追杀，那种心情也很难了解。那你可以知道。这个时候来怎么样来让自己的心能够颂赞神、赞美神，而且像饱足了骨髓肥油，很满足啊。他怎么样做到？他去思想神，对不对？纪念神，跟神有很深的联系，对吧？你可以看到这一点。所以今天喜乐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是环境给你，对吧？环境可以给你非常困难的环境。你会碰到很多很难受的事情，但是你仍然有喜乐。当你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就会有喜乐。当你跟神连上线的时候，当你去思想神的时候，思想他过去的恩典，他对你的帮助，你会有喜乐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你要怎么样转换你的眼光或转换你的心，不要一直看环境。要回到神的面前。好，那我再请你翻开一处经文啊，请你翻到罗马书第五章。罗马书第五章。好，罗马书第五章。要读一下第一节到第五节啊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因为这个是我们喜乐的一个关键。好，那我念前面三节，你念后面两节。第五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；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
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老年盼望，盼望不至于受死，因为首次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特别提到，他说你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为什么你在患难中可以欢欢喜喜？我们去想清楚，我们今天常常碰到患难，对吧？我们在患难中就没办法欢欢喜喜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我们可以欢欢喜喜？因为患难生忍耐，所以你能够忍耐这个患难，你越来会越有耐心，然后这个越有耐心就生老练，老练就是你的品格、你的个性的一部分啊，你就有这个这个很有坚毅的这个品格、忍耐的品格。然后呢，老练就生盼望啊，你就对神越有信心、越有盼望。知道神一定会处理这件事情，啊，神会帮助你走过来，然后这个盼望并不至于羞耻，因为神是信实的。然后呢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为什么你在患难中还能欢欢喜喜？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也就是说，你在虽然在患难中，但是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爱你，你知道神与你同在，所以你可以忍受。如果今天你没有神跟你同在，你很难通过。如果靠自己，哎呀，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你知道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，知道说神爱我，而且你知道这个患难是神给我的。不管是我的错也好，或者是别人的错也好，是神给我的，神允许的，对吧？那神为什么允许给我这个患难？就这里讲的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要造就我的品格，对吧？那为什么？因为神爱我。所以就说你在患难中，如果你能够记得这一处的经文，你就可以知道说是神爱你，神的爱在你里面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喜乐是从神而来的，这个喜乐只有从神。我们刚才从大卫那篇诗也看到了，他在这样环境还能够欢欢喜喜，因为他思想神的恩典，对，每天晚上都纪念神。然后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。所以如果现在我们当中就是正在患难当中，你不要忘记神爱你，神的爱在你里面。所以你要交托，你要依靠他，这样子，因为这是他的应许。好，我想最后我们再看一个就可以结束了。我们再看谦卑这个问题就可以结束。好，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谦卑这个问题？有一句话说。If you are not humble, you will be humbled. If you are not humble, you will be humbled. 这 humble 变成动词了。你不谦卑的话，神会让你谦卑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，神呢是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人，对吧？圣经讲得很清楚。那。为什么神要我们谦卑？为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？你知道很多的问题发生是因为我们骄傲，对吧？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很难跟别人同工，是因为我们的骄傲，出在这个问题。但是神说，我阻挡骄傲的人。你今天你愿意神阻挡你，还是赐恩给你？赐恩给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整天被神阻挡，你能够做什么事？你说为了逞一时之气，我要骄傲一下，没有用，因为神阻挡你。但是你谦卑，神会不断的赐恩给你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生活的智慧嘛。神说要有智慧的人，没有智慧就是说我整天让神来阻挡，这是没有智慧。有智慧就是说我整天让神来赐恩，对吧？所以我就是要做一个谦卑的人。那为什么神要我们谦卑呢？答案在哪里？那
那不是讲吗？答案在耶稣。你没有答案，讲耶稣已经对了。为什么神要我们谦卑？因为耶稣是谦卑的。耶稣说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对不对？这样你们必有安息。”神是谦卑的，神虽然高高在上，可是他跟灵性痛苦的人同在，对吧？他是谦卑的，所以他要我们也谦卑。所以神要求我们的，他自己都做到，他没有说哪一个他不做，他自己先做，他要求我们。那你说耶稣他怎么谦卑呢？你从哪一件事情上看到耶稣的谦卑？耶稣本有神的荣耀，是吗？有神的形象，可是他却怎么样？虚己，反倒虚己，成为人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成为奴仆的样子，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你知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，他被钉死就好像是罪犯一样。他成为人已经够低了，从这么高成为人已经够降得够低了，还低到变成罪犯、囚犯，对吧？被钉死，从最高到最低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要把我们从最低带到最高，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，已经低到不能再低了，捆绑被罪捆绑出不来，他就是亲自下来，把我们从最低带到最上面，到神的荣耀，跟他同在，看看。耶稣他自己是谦卑的，所以他说：“你们要学我，对吧？我们要谦卑。”所以，我们今天属灵上，我们如果要成长的话，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骄傲的问题，对吧？因为骄傲，你被神阻挡，你不可能有进步，你跟他不可能有好的关系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有智慧的话，我们就要解决这个骄傲的问题。好，那这个骄傲呢？这个骄傲有时候是看不出来。有时候你说：“哎，这个人很谦卑啊。”一点看起来都不骄傲，对不对？骄傲的很多辨别嘛，你看他满脸都是骄傲，对吧？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满脸看出来是骄傲的？有些人看起来很谦卑哦，可里面很骄傲的，有没有？所以骄傲有外显的骄傲，有内敛的。你怎么知道说这个人是内敛的骄傲呢？因为你跟他讲是很对的道理，可是他虽然好，可是他不做。因为他认为他想的才对，你想的不对。虽然他不反驳你，但是你跟他讲一百次，他还是不做。看起来很谦卑哦，可是事实上很骄傲，对吧？这个就是什么？自我为中心，自我为中心。所以有时候会被这个骄傲欺骗，以为自己很谦卑，其实不是。这个只有时候别人可以看出来，有时候甚至别人都看不出来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。如果今天我们要不断的成长，我们要解决这个谦卑的问题，骄傲的问题。好，请你翻开箴言书十八章。箴言书十八章。我要请你读十二节好吗？十八章的第十二节，好，请读。好，所以他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，但是尊荣以前必有谦卑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今天一个人当他骄傲的时候，当他没有想到或不知道自己在骄傲的时候，很快他就会败坏。他这边讲什么？他会败坏。他会败坏之前，他一定是骄傲。这边讲必有骄傲，人心骄傲。但是呢，尊荣以前，他必有谦卑。所以今天如果一个人谦卑的时候呢，神会让他得到尊荣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神的原则跟人的原则刚好相反？你越想到得到别人的称赞，想要得到荣耀，那神就让你谦卑。你越是谦卑说啊，我实在不配，不配的话，神就把你升高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？跟世界的刚好相反。所以今天你要怎么样能够升高？谦卑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不要自己去争取这些名利地位，争取这些荣耀。你
你让神把你提升，因为怎么样？至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你让人生来处理。所以耶稣不是讲过一件事吗？他说你人家请你去坐席的时候，你不要怎么样？坐在最上位上，对，你要坐在末位，然后怎么样？让人请你上到上位，这样你就有面子。如果你坐到上位，人家请你下来，那就很没面子。耶稣已经讲了嘛，自卑的必升为高嘛，至高的必降为卑嘛。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神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在那个法利赛人的税吏那个例子，最后他怎么结语？你翻一下那个路加福音十八章，路加福音十八章。第9节啊，你看9到14节就在讲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，对吧？因为这个法利赛人他站着祷告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。”11节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、无意见你，不像这个税吏。啊，他说：“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，把我所得的都捐上10分之1，看起来很清廉。”然后13节，那个税吏远远的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捶着胸说：“神啊，开恩，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14节是结论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的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这个法利赛人自高，神要把他降卑；这个税吏自卑，神要把他升高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喜欢跟谦卑人在一起，还是喜欢跟骄傲人在一起？谦卑人，对不对？如果连你都会这样选择，你想神？他喜欢谦卑的，不喜欢骄傲的。好，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骄傲的问题？所以我们从事实上，我们从这个法利赛人的例子也可以看到，就是神喜悦的是谦卑的，不要自以为意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越谦卑，神会把我们升高。好，你看但以理是不是？对吧？他很谦卑啊。他虽然我的命令，但他也很谦卑的说：“给我们试试看，我们试验嘛，试试看。”对，他没有很强硬，神把他升高。然后约瑟呢？约瑟被卖为奴隶，对吧？然后他碰到很多的试探，但是他说我怎么能够得罪神，对吧？因为那个他的主人的那个太太要引诱他，他说我怎么能够得罪神？所以他实际上是很谦卑的，那神就把他升为宰相，埃及的宰相。所以这些属灵的伟人有没有哪一个是骄傲的？你所看到圣经记载属灵的伟人有没有哪一个是骄傲的？没有，因为骄傲神不会用。神用的都是谦卑的，然后因为他谦卑，所以神不断的建造他，也借着他来使别人得福。所以我们如果有智慧的话，我们不会为了要争取那种一点点自我的那个握住那个自我，我们就失去神的福气，对吧？从损失太大了，只为了抓住那一点点自我，不值得放掉，让神来升高我们，不要自己去争取。那这个是，当然这不容易，但是呢，我们彼此勉励啊，就是希望神帮助我们，能够这样活出这样的生命，谦卑的生命，才是讨他喜悦，因为神他自己很谦卑的，他要我们跟他一样谦卑啊。好，那现在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要请大家起立。刚刚我们就谈到怎么样处理嫉妒的问题，怎么样能够得到真正的喜乐，然后怎么样呢能够处理这个骄傲的问题。那这一切你会看到都是需要放掉这个自我，从自我为中心，然后以神为中心，因为真正的喜乐是从神那边来，对吧？神会赐恩给前面的，然后你当你主权放掉给神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嫉妒了。那这个不容易，但是我们就是要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我
活泼出他的话语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给他一点点时间，两三分钟，然后我来结束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去思想我们的生活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是没有智慧，我们常常任凭自己的情欲肉体来行事，因为这是不讨你喜悦的。你不喜爱骄傲的人，你不喜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，你喜爱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致死我们这个身体这个恶习，让我们的旧人真的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能活出一个新人的样式，像耶稣那样的柔和谦卑，我们心里才有真正的安息，我们心里才有真正的喜乐，因为你喜悦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主权交出去。我们常常来祷告，主啊，你在我身上掌权，你的国降临在我身里面，掌我的王权，让我每件事情我们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你来做我的主，做我的王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放掉这个自我，让我们生命不断的洁净，以至于我们所说的话语都是洁净的，都是能够造就别人的。主啊，求你改变我们的生命，改变我们的心，你就会改变我们的行为，你就会改变我们所说的话语。所以求主垂听我们祷告，怜悯我们的软弱，刚强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好你喜悦顺命的儿女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